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哦，你小子敢跟我五五开，你算哪块小饼干？给我跪下！虽然一枪没中，但是气势上我已经碾压他了。你看，把他下方蛐蛐了吧？这球我在考我视角呢，他不就掐了一颗雷？他听着了，他翻出去了，往门口一丢，他没有进来。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球我的吓尿了吧？直接带走，非常 nice， 上台一，音乐老师读曲儿，好的。装逼感觉真好啊！哎，这就一个宝箱，有个红车，有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又到我展示才艺的时候了吧？音乐老师，带走一个曲儿吧。好的。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，愿你的冬